台湾原生种的纸板店，每一年拢会为高雄木林往北飞，并来到南来休困。民众大约伫清明节前后，就会当来看到纵观蝴蝶迁移的场面。为着搁较侪人会当来欣赏，并且熟悉纸板店，今年南来乡公所嘛伫3月27号、28号以及4月2号、3号举办系列的纸板店季活动，邀请大家到时踊跃来收碟。咱来乡的纸板店规日间正式开始咯，即个家长也拢带着囡仔前来欣赏。虽然目前蝴蝶的数量无遐多，不过美丽风景以及趣味活动，要大家算了是非常欢喜。看到这个花很漂亮啊！啊，那看到蝴蝶？有啊有啊，那边目前我都想拍照。今天趁天气很好，然后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边，然后有看到一些零星的纸板蝶来，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关系还没有很多，可是花开得很漂亮。对，然后还有那个小老板市集，蛮有趣的。今年年初因为受到连续寒流的影响，气温是比以往更加低，才造成纸板店下班两周的时间来到哪来。目前一天飞过来的数量也大概有4000多只，预计在清明节的时阵也将会有更加大的量。今年的纸板店我们是预估可能在清明节前后那段期间可能会比较多，尤其在连假的时候。那今年在茂林有比较慢出来，那我们发现到说现在是先遣部队应该已经到了，好，赶快来，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要重视的一个活动，也是一个事实上对生命教育最有意涵的纸斑蝶迁徙活动，拜托各位赶快来，在这边我们会让生命更加的灿烂。虽然去年受到疫情影响，伊来将纸板店柜暂停，不过今年也来顺利进行。虽然活动规模无大，不过算是保留深度导览、刺激趣味活动等流程，邀请民众做伙前来。今年的纸板店季确实在今天的3月27号正式来办理，也欢迎全国了哈，全国爱好大自然、对这个生态界非常极力重视的这些好朋友，能够用你的行动力来祝福他，让他们能够安全的迁移别还。今天一直到下个星期4月2号、3号呢，我们这个纸斑蝶的活动都会有这个深度导览。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难得，全世界少有的一个纸斑蝶大规模的一个迁徙生态。受到寒流影响，今年纸斑蝶大约会慢两周的时间才来到哪来。随着天气渐渐回温，蝴蝶的数量也将会愈来愈多。预计4月2号、3号清明节假期，也够两天纸斑蝶季活动，邀请大家踊跃前来欣赏。记者江怡昌报道。